我们再给我们三太子热烈的掌声好吗？谢谢大家。他们非常的辛苦哦，从那个中午就开始做准备，一直到现在，要给我们现场来宾最精彩的表演，所以我们给予他们热烈的掌声。给汤平来偷拍。掌声鼓励好吗？我要抱着你，一路走长路。
谢谢给予我们热烈掌声鼓励，我们今天所有精彩的节目就表演到这里，感恩大家今天全天候的守候。那么在此预祝我们各位现场我们所有的